讲到台湾自制线上游戏的始祖，雷爵网络在1999年推出的首款自制游戏《万王之王》应该当之无愧。如今《万王之王三》也已堂堂迈入上线2周年。雷爵网络感谢一路相挺陪伴成长的玩家，在许下生日愿望的同时，也将同步开放丰富生日大礼物给所有万王玩家。这2年内，所有储值消费的点数都可以领取回馈金，天天登入还能天天拆礼物，听起来很不错。玩家累积上线时间还可以拿到礼物，因时间条件之不同，可分别获得不同虚宝。刷信用卡可以得到点数回馈，储值满额还可以参加 Sony PSP 游戏专用键鼠组、 7-Eleven 礼券的抽奖，史无前例的疯狂大放送，等待玩家来拿哦。